多平衡，这两样保养的话，稍微有一点技巧，就是我们要先将这个盖子打开，有粉尘的话，一样我们就先用那个吸尘器，你要吸。先将粉尘开，取下锯条。现在好像这个只有用勾的，不能用夹的。现在的机型 ，H16 的话，它都是可以夹可以勾。用锯条如果是平视的话都可以用，但是早期的话就这种插销式。让我们先将这个打开。我们拆这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东西给它挡住，不然你会公转。你用手的话，力道除了说你力量很大，我们可以找木头或是那个铁壳来撑着，把这个推力，这样会比较轻松。当你要拆这个螺丝的时候，记得眼睛要看着这个地方。我们拆的时候，底下会有套网掉下来、哎。如果你不小心就掉的话，你再怎么锁，动完几下就松掉了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可以跟这个曲轴中间一个隔开的，不然你会粘住这个曲轴。在这个地方，你要拆这个。如果说今天声音很大，这边没有松弛，直接拆这个地方，你就可以包养这台机器。但要拆这个很不好拆，你不完全，当然你就会哦，这个还好，它就可以拆开。我喷 WB40，我想喷哦，喷到它没声音，因为喷的话，比如说你可能。刚好它本身粘着度不是很好，不然有时候用这样转转不起来，用气动这样转转。早期的话就是这么不好拆。如果拆得起来的话，就建议各位老师让它拆起来之后上一点黄油，然后用 W40 让它那个这样这种卡住了，那锅里面有没有？你我喷的锅有时候它已经有。稀释进去，我注意啊，所以起来效果就改善。如果再用一段时间卡住，可能就是刚才老师讲那种声音，进不进去会跑出来，上下都是一样。按这话，你就是要拿它去试试。它那个沟槽里面是用牛油？对，里面应该是用黄油。黄油。黄油。按、你是用它去试，下去之后它跟那黄油稀释之后都产生那个。比较好的那个用法，你可以用手挡住的话，你喷。我看点，它点，工友它点。有些网友，它那个粘稠度，我讲了在有一种齿轮装的那种网友更稠，你就。干到说要洗好几次，它要洗干净。嗯，粘着度不一样。哎，铁锹，这是铁锹。锹。这台应该市面上剩下无几了。对啊。我一根钢琴响。我这还是从美术科那里哦拿回来的。你说，那弄干净之后。这边一样，应该继续。你下是坐坐轮啊？我
套头而已。啊，套头。所以你若讲钓钓墨鱼哦，嗯，你行进就啾啾啾的声音，嗯嗯，虽然它上下的这个幅度不是很大。一起这节转轴嘛，一节是摇臂啊，那样，一下这节转轴。它那个时间，对对对，上下的时候，嗯，对对对。而且他眼睛有磨损了，磨损了，不然亮波角度已经下去了。跟那个气缸壁缩缸看的一样。就是你看它很硬，但其实它是会被你磨损。这边一样，应该继续。它那个凹槽就等于像活塞孔一样的用途，对对对，纯烟油的，对对对。两边都要保养。哪边？这边没有。那边。不是单边的啦。这样有心啊！你单边，这样有心，这样有心。上下都要，上下都比较细。啊、你看，中油 OK， 底下一个，底下上下都要。啊，像它上面这个孔，这个狼孔我有带去啊，这个我有需要用胶带把它贴起来。不用，都不用。不用，因为这是做活动时候用的。嗯。要拆卸的时候。哦。因为这个后来它改成上面，从底下已经没有了。对。哦。对啊。不太好。上面它就这边就一条。对。所以早期，它十二医生第一代的话，上面是没有这个洞，只有这个洞。啊、嗯。所以后来，这就没有零件了嘛。嗯、我就拿现在八装，那八装这个洞要重新打洞。啊，有办法改哦。要扩大一点就可以了。太厉害了，有办法改哦。问题碰到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解决啊。像这种跳板式的话，这种感觉机器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，大概都是这样。如果你今天你这地方如果有声音，不像老师一样可以用 W 式的话，你继续使用，可能到后面的地方连杆件都有问题，甚至整个马达就会卡住。会有音效的。可是这样用起来，这种用钩的，其实你反而很方便。比较方便。换比较快。对啊。要换就。它是下面有锁吧？其实上面有锁，上下都没有锁。这款都没有锁，这就是上下都用钩，上下都用钩地方。因为现在新的是上下都是锁的。对啊，锁的这个地方其实反而不太好。这个连杆啊，这就要上油。啊，因为你要不上油，变油的话，就是那个螺纹会磨损。嗯。它上下钩，它的距离要买刚刚好的。一样。就是12.5，但我们要锁上去的话，这地方因为这地方是刚好靠大家的腿点地方，所以这地方在3.5，就边边就那个滑石旁边地方在3.5。嗯，像你下去要刚好在腿点地方，我会比较好。现在的话，照讲这边还有一块铁片，它已经不见了，有一个那是一个摸字形铁片，靠住这地方被挡住之后，让它不会跳出来。哦，都有螺丝嘛，都有模具型盖住。哦，哎，那里面有根，根本盖盖。那它后面那是？不是那个，那个他说啊，在这边看到那个位置。哎，那一块垫片是垫在？在一个跟曲轴的中间，不是，啊，边边对曲轴，哎，你看，有可能，一样，从用这个木板来垫，然后用两块，努力来，因为
我刚才讲说你摸字前面说干这个啊，万一说这个虽然松掉的话，这陪你这连杆这驱动连杆不会跳起来，它就要你就像你之前那个有声音，就这边就会比较吃力，太虚虚的话它就会整陪你都要跳出来。震动会掉出来。这速度听起来真紧，两段，看来是两段。但是一进石头啊，听起来很快。哦，就像一松掉的时候，听起来感觉像会。速度啊，给足劲，大这个声音就可以了。